我哋依度咧就系青年路平交道，而青年路平交道咧前面咧其实系台南站嚟嘅不远处。咁就依个平交道咧，喺未来5年之内咧就将会被地下化嘅台南台铁线所取代嘅。因为其实见到隔篱已经开始紧拆卸工程，咁拆卸工程就系沿住隔篱嗰边就兴建地下铁道，咁将来台南站都会变成地下化嘅。咁咧，台南站现时暂时咧就除咗个主站同埋1号月台之外咧，其他将会被拆毁。咁就刚才讲到主站就将来会用作铁路酒店用途嘅。咁就依个地下化工程亦都同时希望可以做到两铁共构，咁就啱啱就列车到啦。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嚟谈论咧咩系双铁共构。咁台南市咧，双铁共构而家有两个计划嘅，第一就系台南捷运嘅南线啦，第二就系台南捷运嘅绿线。咁样条线咧就会同台铁咧去印车咧，即系而家目前嘅中管线西部干线咧，就以一个鹅蛋形状嘅方式咧，系包围成个台南市嘅东区嘅。咁讲起两铁共构咧，咁对我哋呢个研究有咩影响呢？咁我哋呢个研究嘅影响系希望究竟去揾出有几多个人是日常有使用到公共运输交通，比如巴士或者台南市的自行车租赁系统来做一个调查的。咁由于台南市自行车租赁系统在半个钟头之内亦都是免费，而台南市公车干线公车在8公里的运转距离乘车区间之内亦都是作出一个免费的措施。所以这个计划的调查目标就是要探讨究竟这些措施对于市民的乘搭的意欲有什么影响。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from your personal TV or our ground staff on arrival.